我下车给你们看看啊。他们两个在慢慢的往下倒，我在等他们一下，给兄弟们参观一下这个被撞的这个 F150。哎呀，太惨了，看这撞的，这么牛逼的车撞成这样了。这个玻璃应该也是碎了，玻璃应该是碎了，现在拿这个车贴贴上了。哎呀，右前废了，这个救援也是个很大的很大难度的活呀、啊、这玩意儿救都不好救，要不先把这儿给它恢复了才能往上救。我现在先开这个烈马，然后先把烈马开上去，等会儿把牧马人开下去，熄火，让发动机凉下来，熄火。你跟着我上还是怎么着？还在这等着？等着吧。好，耐心等待啊。手机给你。哎，我现在跟老杨，我们两个开这个烈马先上去。这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去啊，先试试吧。来，走。它的动力还是很强悍的。我先试试啊。你好帅。干。干。先调一下巴哈模式。拜拜。水平不行，换换你试试。算了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开不上去，是我技术不行，车绝对是好。到右边是逆流。
牛皮吹破。底下不等咱是吧？最难的角斗士改了激增，我也上不去啊，上不去呢，就是自己水平不行，是不是？进来，没毛病吧？老黑又发骚，又把他那个。我下来撅着，我撅着。等会儿先把它先拖它，把它拖完了以后，你反正能开多少，多高就开多高。等会儿咱们拉，啊，现在救援方案，第二方案啊，拉，拉，拉，反正拉，拉咱们也不花钱，对吧？走，上车，走，上车。你先上，你先上，你把车，我跟你说，你要直达站，直达站。他一定要直达上才上。方向大概五米，等着我，等会儿我带你车过，咱俩车拉过去。那口子朝下五米。我从这里上去。你从这儿上去五米。你从这儿上去不丢人，咱是那个啥救援的。那我不能往那边过去，把他们车全部赶赶下来了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就从这上去，从这上去。你这车拔直拔，这样你也压住。我想走这边，那就走呗。老黑，我跟你说，直拔拔一下。那水，先喝个水压压筋，压完了吗？走你。我刚发现，你咋这么帅呀？啊！你这话我本来就帅，好吗？走，这老黑先上去，然后我开着火炮上去。荡了一下，轻轻松松。啊？那是轻松了。太轻松了。走，咱俩走。我跟俊南，我们两个开我的火炮，上。上了以后，先把就牧马人先拖上来，然后再拖他。我先在车里睡一下。好。哎呀，我的小火炮呀！看咱那小火炮咋样啊？精神，小火炮。
会挂绳子啊。救援霸王龙，刚才老黑从那个位置一把就上了，然后骚青又下来了，下来以后看三把没上来，最后一把卡这儿了。家里还有个娃，家里还有个娃。拿那个弹力绳，弹力绳。